Hello，大家好，还想看更多的豫剧、曲剧、河南坠子、越调吗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的看戏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选择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在这里边输入"看戏六”，看戏六，记得是拼音"看戏六”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点击"天天看好戏”，然后点击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下有一个菜单栏的好戏，点击进去之后，然后这里边豫剧啊、曲剧啊、河南坠子、越调都有，而且都是名家名段。看一下这个《朝阳沟》，小孩唱的，每天都为你推送，赶紧来关注吧。